39岁的林志玲出席知名婚纱旗舰店开幕活动，吸引大批媒体采访。现场已是人山人海，但仍有疯狂粉丝成功突围冲入店内，当众对林志玲大喊“我爱你”，我们是前世今生的一对，场面一度非常混乱。除了疯狂粉丝外，还有一名小男童献花告白，令林志玲又惊又喜。刚刚过了39岁生日的林志玲，恋情告吹后表示希望在今年能遇到合适人选，不过现在似乎仍是单身。距离年底已经不足30天，她向自己说要多多加油。被传媒封为黄金剩女的林志玲无奈地说：“就剩我了。”而近日更有算命师预测称，林志玲如果过了40岁，可能无法再找到另一半。她也点头说：“宁可信其有，我会听的。”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